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您不能擅闯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无妨，让他进来。是。陶大人近日怎么有空过来？有何贵干？本官关切云公使的伤势，今日特意前来送药。 那个是我，那就多谢陶大人关心了。不过我看来，云公使似乎并无大碍。有阿范姑娘和陶将军的关心，这伤口似乎也没那么疼了。既然云公使已无大碍，那本官也不必多加叨扰，这就走了。不送。那个云公子，陶大人，